全然心甘情愿的接受痛苦，然后在接受痛苦，痛苦的不得了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超越痛苦。什么叫超越？等一下，思维缘起性空。那时候你要佛法，如果你没有佛法，你文系耶，你也干苦哈系。啊，缘起讲的就是善恶业报。今天我面对这个事情，一定有我过去的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因缘所生法。但是，凡是所有因缘所生法这个果报这个现象，它都只是生生灭灭、暂时的。就像各位坐在这边，腰会不会酸？会，移一下就好。坐久屁股也会痛，移一下就好。动一下就好，因为你固定不动了，当然会痛。动一下就好。所以这些痛苦只是一个现象，它只是一个生生灭灭的一个现象。那这个你要去思维，因为很痛苦。各位最好多学打坐啊，打坐的时候坐久了真的很痛苦。有些人说，师父我打坐都不会痛苦，废话，你睡着了。当然不会痛苦，等一下又醒来了，精神好，刚好睡20分钟。啊，所以你必须一直在这痛苦里面去观察这个痛苦来自于哪里，这个叫思维佛法，这个叫用佛法。记住我这句话，很多人逃避这一关，我拜了阳黄宝忏，我拜了三昧水忏，我去做功德主，那够得听啊。他想要用宗教仪轨来交换痛苦，在做买卖。所以佛教讲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是禅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照照见五蕴皆空，这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我，身体、感情、想法、思想、意志，没有一个东西是我。这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，所以无自性空，哪有一个我？它只是一个感觉，会升起也会消灭。请问快乐会不会过去？请问痛苦会不会过去？我哪没地啊，我要死啊，不一定，下个月他又谈恋爱啊。所以我觉得当然啦，家庭发生变故的时候痛苦得很厉害，然后再过一段时间，事实上过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痛苦过来的，但是现在想想还好吧，过了，过了，没有感受那么强了。所以快乐痛苦都会过去的，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也要去观察。那这个是今天要讲的重点，痛苦除了接受不要排斥，那就是你必须用佛法缘起性空，无我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除一切苦。但这个还不是佛教，佛教你从胃癌而超越了胃癌，并不是你不生病，你还在胃癌的状态，但是你已经深信因果，你已经超越它，反正我接受这个痛苦，然后把这个痛苦转为一种精进。所以我念一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没有胃癌你会一心念佛，你现在还在念麻将，在念漂亮啊，念房子，念贷款。所以你超越了痛苦以后啊，这个就是佛教的基本空性出离心。然后呢，进一步你会怎么做？来，拥抱痛苦。所以你开始去关心别人痛苦。我得癌症，我会跟你一样得癌症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很积极。但是如果大乘佛教是这样比喻，就是说你自己在医院，这整个医院都是得癌症的，都是末期的，有人很悲观，但是有人很乐观。很乐观的人还会去告诉别人，你不要悲观，反正呢怎么样超越，对不对？我教你念佛啊，我们去做烟供啊，我带你去放生啊，我们送地藏经啊，啊，我们一样都在痛。事实上我们现场每一个有情，每一个人，包括无形，今天超度这么多众生，都是在痛苦的状态，因为六道众生皆在轮回苦的状态，八苦、三苦、二苦，反正佛教写的太多太多的这个名字。所以但是我是在痛苦的状态，我接受了，我超越了，进一步帮助别人脱离痛苦。因为我听到很多菩萨说，我很喜欢念地藏经，
念得很快乐。师父呢，你念得快不快乐？没有，我念得都要哭。他念得很快乐啊，念地藏经有什么功德啊？错了。今天佛陀在讲地藏经也好，佛陀讲每一个法，他心里都在滴血的，因为对方很痛苦。什么叫说法？念经，当你拿了手术刀在切割，帮你自己最爱的儿女手术的时候，那个叫念经。很多医生绝对不敢自己开刀的，别人开他很厉害，咔咔咔咔咔这样。开到自己最爱的，他一定叫别人开。我问过好几个，别人开他自己不开，他没办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法，乃至各位在念任何一部经、那个佛号、任何一个咒语，都是因为你体悟到对方跟自己的疾苦，所以南无阿弥陀佛，把生命医治超越现世的痛苦，融入于极乐世界。因为不融入于极乐世界，会苦到裂开。所以修大乘佛教绝对不是在求世间的福报、健康、发财。但是，请问这个福报会不会来？保证来。只要你用悲心，你为众生在受报恩斋戒，在念佛，这你福报就太大。你越想痛苦，就越让你感受不了痛苦，而且你会更感恩。哎呦，我本来很痛的，但是因为我慈悲帮助别人，我超越了痛苦，变成一点点痛。你会不会更认真？你会比别人认真，你会很惜福。我本来很痛苦的，所以我想大乘佛教叫我们转化。当你马上痛苦的时候，你赶快慈悲，赶快帮助众生，好吗？但是你要含着一点点痛苦。如果你排斥痛苦，你变成100分的痛苦；如果你接受痛苦，你变成只有10分的感受。但是90分呢，就可以拿来积极的帮助别人。所以，当然我必须讲，大家来参加法会的动机，是因为我们感受到痛苦，腰痛也好，头痛也好，感情痛也好，老公不爱我了，老婆跑掉了，儿女不孝顺，兄弟抢你钱，父母对你不好。我想这个世界，反正，念一下，娑婆极苦，西方极乐。如果娑婆没有极苦，大家就不用念佛，不需要阿弥陀经，也不需要地藏菩萨替我们下地狱。所以思维痛苦，各位要没事思维痛苦。只是如果有时间啊，我昨天在跟雪莉说，下回我来新加坡，我看一住要住2个月，因为没时间。现在大家蜻蜓点水聊一聊，但是真正修学佛法是要把每一句话、每一佛法的道理思维一个钟头，让你有感受。感受就是智慧，感受就是神通。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没有感受没有用。身体的痛苦、感情的痛苦、思想、行为、意识，所有的痛苦，你要感受。从痛苦里面去超越这个痛苦，然后没有一个我在痛苦，为什么我会痛苦？那你才可以了解"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"的意思。所以你才能够了解一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不是没有生病，不是没有逆境，但是你能够觉得它只是一个现象。发财跟没钱，健康跟生病，它只是一个业报的现象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不会怕，不会担心。现在的人每天晚上就跑步，早上爬不起来，干脆跑晚上了，就是怕腰痛，怕膝盖不好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怕，担心。但是我们学佛了，当然希望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不是怕死，而是多可以服务一下众生，多活一秒钟，多结一个善缘。特别给我们身上有佛法，有佛法，这个是世间最重要的。昨天雪莉在我的要求之下，带我们去金沙，去看那个狮面鱼喷水，我们隔西通通去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去念？那个水喷到澳洲去，
大前几年的嘛，然后呢，撒了很多米，布施甘露，所以呢，把那个金沙酒店上面那个船，念成法船，超度众生，哇，这么高的船，所有的船难死亡的，都可以得到超度，一二三，刚好三柱叫做佛法僧三宝，对不对？中间的水叫八功德水，那边还有一朵白色的莲花，接引众生回西面的力量。租了一艘船，哇！大家到船上一直念，一直念，绕了一圈，环游世界，普度众生。我觉得这样很有意义。路边这么多人在吃海鲜水产，我说能不能带我们？他师傅加那么菜。下回我们去吃好不好啊？订好素食的，我们这边办法会做烟供烤嘛，烤玉米。但是动物也苦，人也苦，他们都不懂得佛法，不然他们怎么会杀生、喝酒、吃肉在那边？所以，那边河边有很多人在谈恋爱，谈恋爱很苦，要爱众生才不苦。所以，但是这个爱众生代表我们要主动去爱他。主动去爱每一个，你不能要求他来爱我们，了解吗？主动去爱他们，每一个都是我们的最爱，每一个都是我们的水里面的鱼啊，无形众生啊。然后八点开始放光了，佛光加持，蓝色蓝光，黄色黄光，那些霓幻灯光，来跟我念一下，来，南无东方阿处如来，蓝色蓝光，蓝光明。亡灵皆得度，南无阿处如来，唵嘛呢叭咪吽。开始观想啊，放光哦。哎，南无宝身如来，黄色黄光，黄光明，亡灵皆得度，唵嘛呢叭咪吽。南无西方阿弥陀佛，红色红光，红光明。你要观想啊，他们放了光都变红色的啊，亡灵皆得度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南无北方不空成就如来，绿色绿光，绿光明，亡灵皆得度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，白色白光，白色白光明。有没有看到白色？中央毗卢遮那佛一照啊，照到澳洲，照到菲律宾火山，好不好啊？照到印尼水灾，照到地狱恶鬼道，来，白色白光白光明，众生皆得度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。然后我们现在念六字大明咒，这个莲花开始转，好不好啊？每一片叶子都放不一样的光，然后呢，这是从诸佛汇集起来的光，融入在最深的无间地狱、最高的天，充满了佛光加持。现在快不快乐？痛还存在，但是心已超越了。我不会跟你说念一念你的腰痛就好了，念一念你的老公就回来了，不会了，他不会回来了，钱也不会回来了，但是你的心呢，超越了，好吗？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念都会想要哭，很痛，但是我会转化，从自己的痛变成关心别人的痛，那个时候心里没有痛，只有慈悲，由伤心的眼泪啊变成慈悲的眼泪。但是你就转化它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痛苦，我们不会念唵嘛呢叭咪吽，不会念观音菩萨。所以，如果你去路边看到一只螃蟹被杀，你会很痛苦，这个就是慈悲的助缘。你去老人院，你去贫穷的地方。你去做烟供，你去放生。所以，当你看到这边青蛙，我以前青蛙在被扒皮，你就很想救。但是你不要去怪那个杀青蛙的人，他也是个痛苦的业报，他没办法，将来这些痛苦都会在他身上，他没办法，这是他的工作。特别在台湾，那扒青蛙皮的都是小朋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昨天我在问战日上说，对啊，马来西亚都是小朋友。他为什么抓扒青蛙皮的都是小朋友？
这是很特殊的业报。